就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为什么是你？因为他经常在化妆，哇，好帅啊！我这，啊，真的，啊，暴露了，可以了，就是，挺满意的。满意今天的头发吗？我刚才说有点像阿童木。我很满意我的头发，但是不满意你的说法。哦，我不满意我的说法。你们三个人当中谁最严肃的？我发现了，不苟言笑。现在笑起来了，但你笑起来很好看啊。就是因为小时候，就是太慢热了，然后就是跟外面一些陌生人说话也不太爱笑，所以慢慢养成的习惯了。我还以为是队长最稳。哦。俊凯不是说上了大学以后请大家吃饭吗？吃啊，还没上吗？不是。哦，所以这顿饭还没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平常聚在一块的时间，能吃饭一块吃饭的时间不多嘛。哦，对，可能今天两个人在这儿，一个人出去了。反正他要请我们吃饭的事情，全国观众都知道，现在这儿跑不了了。谁最胆小？就对对对，不是因为要分东西吧，就其实要分事情。你怕什么？我也比较怕虫子，刚才在化妆间抓了一只蟋蟀给我吓够呛。啊，真的？对。你怕什么？我也怕虫子。千玺呢？我还好，我主要是因为他就每次住酒店，就如果安排他到最后一个房间的话，他一定会换房间的。